这个地方这里有这些 ornament， 这种叫 ornament 装饰音。你暂时先不要弹，只弹那个主音。如果加上装饰音的话呢，听起来就这样。可是那是以后才加的。曲子这里呢，如果有连线的地方就要弹连奏，没有连线的地方，右手跟左手这些没有这一条 slur， 没有这个连线呢，就要抬手，每个音一个音一个音的抬。在这个时代，他们用的琴不是我们现代钢琴，是用 harpsichord， 实际上在当时这些是他们想要的跳音，所以不能连着弹。